好，来啊，就啊，中哦，我就为咱哦台湾的像是呢最强的综艺秀哈、哦，啊，有知名主持人，那那胡瓜、哦、大哥哈、哦，啊，跟北京央视的环球综艺秀啊，都有受到那个邀请跟表演哦，受到魔术界的非常的肯定，来投下去播的一些。耶片机也足迹哈，遍布全球啊！啊，亲像是美国啦、中国啦、新加坡啦、纽西兰啊！啊，即阵咱哦，受到咱后山哦，协会啊主办单位的热情邀请哈！啊，即阵的那个换咱的大叔、叶大仙呐哈，咱大仙哈，要用什么？这个节目让我们来热场一下哈、哦！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幻术大仙！尖叫尖叫！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我叫幻术大仙呐、啊。我这样讲话大家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你们听得到，但是后面的话你就看不到了。等一下的表演可能在桌面上进行，那大家我们是故意哈、哦，让大家吃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才开始表演，就是让大家有办法离开座位，在接下来表演十分钟当中完全参与进来。所以后面的朋友，你们可以直接移动位置，直接到前面来看，反正就是这十分钟，不要让这个钱白花掉。你们可以再靠近我一点点。你要魔术要看到才算数吧？对啊，好，那来了。电视上哦，爱三楼鸟，可以录影吗？大家尽情录影，如果录到破绽，再帮我把它删掉。他讲话很幽默。哎，而且我们这边还有这期录影的，哎，大家给他热情掌声一下。等一下录影结束之后呢，也可以传给我。我的 TikTok 的影片就是这样子来的，都是观众传给我的。OK， 那大家有看过现场魔术表演吗？没有，肯定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没有。你在看在电视上看胡瓜的节目，我表演魔术嘛。那现在是近距离现场看哦。你看哦，这里三条绳子是不一样长的，有这个很长的、很短的，还有这个中间的。大家看哦，三条长度不一样，大家想看看我把它变成怎么样？一样长，变连在一起，先试试看，一样长，哇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一样长，哇，三根两腿好像变成三条等于。你说要变成一条连在一起，就这样子，你看是不是就连在一起？哇，太快，这次没有拍到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剪开啊，本来变成两条，你这样看得比较清楚。再一次哦，就这样瞬间就变一条，你们很热情，我很喜欢。还有现在忍耐还不拍手，我就是在看郭先生这么帅气，还没有拍手。你也太精了哦！一条绳子两个头，对吗？对，那你看到绳子的头看清楚，这样录得清楚吗？有，还可以更清楚，可以放大，这样对，放大对不对？放大对，拔下来给你看清楚。头可以拔下，还可以放口袋，就剩下没有头的绳子，就还叫绳子吗？这样子就不能打结了吧？你看有打结了，这就太奇怪了，这就叫把头接回来才可以，头就这样。就接回来，哇！又剪开变两条，要把它变回不一样长，解除大家的幻觉。一、二、三，长的哦，哇！最短的，短的是最短的，谢谢。但是等一下，我接下来继续表演，如果自己在这边唱单簧，那就不一样哈。我要找一个观众上来亲身体验魔术。你想要变蛇吗？你想变蛇哦！你期待变蛇哦！
在会长这一趴变神。恐龙好了。好，恐龙这是真的不可能。哎，恐龙是不行，但是恐龙蛋是可以的。哦，这不是变出来，你们拍手干嘛？那是拿出来的。这是一个鸡蛋，好，为了帮我拿一下这个蛋。好，这里一个袋子，看到正反什么都没有。好，等一下要表演的过程呢，我先讲解。会长会把蛋放进来，蛋瞬间变不见，然后瞬间变回来，你们会拍手，但是。我也很热烈、哦、我已经先知道了，你们就不会很热烈。但我第二次把蛋变不见之后，会把袋子直接交给会长，会长会亲手拿着袋子，亲手把蛋变回来。这一次你们掌声就会非常热烈。那你就失业了。为了会长，我乐于失业。好 ，OK， 蛋放进来。OK， 在这里哈、哦，请会长捏一下。把它捏破。有哎，有哎，出什么主意啊？在我手上。跟小布有没有一样？有。对啊、哦，对哈、哦，来喽。哎呦！哎呦！对，上一秒还有，下一秒就直接啪就没有了，对吧？怎么看都没有，翻来翻去，怎样看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。好，接下来会长，我要教你怎么把蛋变回来。好。等一下，你拿到袋子。眼睛看着前面，然后想象前面有个蛋。想好了之后，放开右手，去抓空中的那个蛋。会长，你有在听吗？有。然后往上一丢，袋子一接。哦。哎，真的进去了。对。Oh my god！ 蛋就出现了。哦、oh。你看他有掌声，但没有很热烈。都不用很热烈。你们现在在等会长，对不对？对再捏一下，确定哦，有在这哦，丢进来，明明就捏到了，对不对？硬的还软的？硬的，真的，真的哈、哦，我看真的在这哦，真的，真的在这，下一秒就瞬间就不见，来不及了，你看。会长那边有个大的蛋，哦，很亮那个，你看着它。有两个。你还可以看着那边想象，可以了。好，就没了，怎么看就是没了，对吗？好，会长，接下来要交给你了。你的左手伸出来，然后这样子抓着这里，对对对，好，右手抓着另外一边，好，你可以这样子轻轻这样，然后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，好，看着前面，想象前面有个蛋，就看那个，OK， 好了吗？放开右手，抓那个蛋，抓空中那个啊，往上一丢，哦，左手抖一下，哇！我们再次掌声，谢谢。向外表演，向外表演，太厉害了吧！下回换你表演。怎么可能呢？接下来，哎，我尽量表演快一点哈、哦，让大家很紧凑。三仙归洞，我在胡瓜的节目上面，我把他骗到身家都没了。他把戒指拆下来，一拆下来就被骗走。钱包拿出来就被骗走，后面那个吉他老师把那个鼓都压了，都被骗走。好，你们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回去查影片都查得到。这个叫什么？中华传统戏法三仙归洞。用到的东西很简单，三个球，两个碗，一根树枝。哦，可能会长你这个位置会挡住后面一些观众，对吗？所以我看看怎么样。不会啦。哎，这不是会长的错哦，是。你们要自己瞧位置，让自己看得清楚、哦、所以等一下表演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们都可以下注，但是当然不是真的、哦、我不会真的赢掉你东西。你们这么多人在看、你们真的要抢东西，我也打不赢你们。所以说，就我们是玩开心的就好了。好、哦，来喽，要做什么呢？就看哪个碗里面有几个球。看李老师这个这个角度超级空间，他很专注，你看他很专注哦。Okay， 李老师，这个是空的对吗？好，我拿这个放在这里面，把这个也盖起来，这个抓手上。李老师这边几个？一个。这里呢？零。零吗？哎，进去。
进去就变两个。我只看到那边一个。啊，你看到这边一个盖起来过去，有没有？没有。过去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哦。来，掌声。哎呦，大家。我们魔术有很多玩道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用这个吃的碗？这样敲你就知道这边有机关了。好，大家再一次哦，盖上，拿球放这里，这个也盖起来，这个抓着之后进去，看到没？几个？两个，四号，两个，三个，两个，会长，会长猜一点，会长猜一点，来，会长来。你要猜没半个，过去，三个，都回去，再盖起来回来，你看还可以回来，要过去回来，所以我讲过去没了，三仙归洞。慢动作哦，慢慢一点，你们搞不好就看出来了，你看哦，慢慢盖，对不对？慢慢的拿在这里，慢。很慢，对不对？一个，这个也很慢的给它盖进去了。好，这个拿手上，够慢吧？嗯，一边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两个，错，两个。那边两个，两个，那你没有？我还没变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打开一个，先开一下。先开一个吧，你不相信我哦，那边你这里，哎、欸，什么零都还没变吗？零，哎、欸，你们还没变呢，我就没变，你们刚拍手，这样子盖可不可以？你看呢、啊，就这样子盖，对，这也盖，一边一个，两个，两个什么啦？变了，进去才两个。你看，盖上拿球放这里，盖上抓着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进去。两个。没有。变两个。是在盖过去没半个三仙归洞了。来，掌声在哪里？我现在怀疑，大仙，你这个手有时候脱球的时候没脱球，你是在心里站。跟你心理战，你看清楚。看看我没有，这几个，一个，确定吗？确定，对，多确定？很确定，很确定，你敢赌吗？赌一下，压一下，什么呢？赌一杯酒，可以，酒先给他倒好了。就是的，来来，文哥，来，归管的二啦，文哥，要喝哪一种？你喝啊？哎，对，现在是一个，他很确定，我来自，你很确定对不对？不喝那个，那你赌吗 ？OK， 台面上就三个，那是一个。好，来喽，来喽，哎，你酒倒好了对吧？酒倒好了，啊，现在就是他玩的，因为他有赌东，他有压的。现在大家是看他讲话，好，大家不讲话。理事长，倒在你的杯子。有。好，这也盖上，这几个。一个。好，那你看啊，一边一个，我拿这个球碰这边，哪边一个，哪边两个。这边一个。哎，你们不是赌的。哎，先生，你不要。美兰姐，你讲。他讲错，我喝。哪里？来，美兰，理事长，这边两个。哦，真的吗？确定了，我开了。因为刚刚这边一个嘛，没有动。你可以再换，确定了，你可以换，没关系。我开了，你怎么讲都是错的。开了，各位观众。这边两个。哦。哎，输了，先生，掌声鼓励。哦，掌声。见你发挥，来，那个老师，你先检查一下，你的检查一下，你检查一下，来，大家看喽、啊。
Let's go！ 没有。哎，来，要不要叫？这个地方几个？来。老师，我已经看到老师的潜力了，玩这个三仙贵重的潜力，你只是之前没有机缘接触魔术而已。有了，三个在这里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老师。你刚刚都抓在手上，我也不会，可是我不会骗的、啊。对，哎，没关系，你喜欢抓手上，我们就跟你玩抓手上，两个球放在老师手里面哦，抓紧哦，抓不去哦。你看这第三个抓着之后进去。哦，老师不一样，过你啊！老师能力啊！过你啊！可以，可以。真的太厉害了哈！哎，后山老师的潜力蛮无限的，别羞了，别羞了，别骂了，别骂了。对啊，你看到我骂完，可能是因为我从长头发的关系啊。难怪我都不骂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球可以这样子跑来跑去，好像都听得懂人话一样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是因为有四个才对。其实不是因为有四个，是因为呢，他们呢，其实根本就不是球。你们看到球，那个是障眼法，实际上。机器的，这机器哈。哇塞！好可爱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！有人要来摸摸看吗？爱姐。你们吓到都没有拍手了，我们吓到没办法，吓到脸都绿掉了。来阿弥陀佛。好，我先哎，咱厨房的给咱准备一下哈。来了，台湾没有这种的啦。好可爱哦。对吧？很可爱啊。来哦，把酒挂起来哦。OK 啊，这样会不会死掉？不会，我上面有洞。好，这样讲让你放心一下。好可爱。OK， 哎、欸，我们刚刚其实还有变这个绳子的魔术，对不对？绳子三条要变成一条，那是很难的。刚刚没有真的变成三条变一条。我们刚刚只有怎样？变成一样长，就像这样，三条这样就变一样长。啊，怎么变一条呢？很简单，教大家要用魔术手势。魔术手势呢，就是这样这样，然后这个也在这样这样，怎么可能？就好了，就变成一条了。没有。那这我买了。刚才没有贴的。刚才我买了。怎么退钱？不可以退钱。好，你们退钱我就吓到了，一定要好好变。这个劫要变不见才算数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哇哇哇！
这个结也要不见嘛，来，你看它握起来就这样，它就还在，因为这是假象，实际上它已经不在了，可以拔下来，拔下来这就是变成完整的一条绳子。谢谢大家，头发给大家，哎，掌声给大家，给大家。这叫做幻术呀，啊，幻术。因为你看哈、哦，神只能表演最厉害的魔术，应该不是刚刚那种什么变一样长啊，变来变去的。会动的。刚刚是说什么要变什么？会动的，会动的。啊，蛇是吧？哈哈哈哈喜欢哦。哎，我咱们来文化，没有解决的。会长，哎，会长，来来，总会长起来来，文哥，文哥，哎，有人要起来做你红棍啊，你真凶耶，真难得哦。哎，有人吓到了哈、哦，那你在这边呢？我觉得应该就是你了。哎，我求气死老师弟来了，老师弟来了，对，老师弟来了。一张被蛇咬死的那种，我捡了嫩嫩的物件，知道？来，哎、欸，来来，总干事过来哈，来来，我变出那个蛇，来来来来，拍手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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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手，抓蛇哎、欸！哎呦，真的是真的是蛇！哇，你很勇敢呢、欸！哎呦，这不是在攻击人，他的头在动。哎呀！哎，看到没？总干事来，干部来，干部来！哎。OK。啊！我们现在在讨论什么？那我们要兔子可以吗？兔子没有兔子，兔子太可爱了，我就不变了。怎么放口袋里面？你放给我看看。哎，你教我，我也想要学，怎么放在口袋里面？啊，大家你会发现我头发很长，为什么呢？藏东西，因为头发长才可以藏东西呀、啊。哎，藏钱直接在头发里面，哎，拉一个，你们还没搞清楚，拉两个，哎，你们看到，哎，不要在那边破梗，你看过我的影片，你不要在那边破梗，哎，第三个，哎呦，来，钟嘉姐来，哎，他们都在我们在变质呀，我挖了一下，来，帮我检查一下我头发。有洗吗？你快来啊！哦，这566呀，这是566的。要请你靠近一点。对啊，你摸看有没有摸到第四个硬币？没有。哎，多少掉啊？这个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哈，哎，你看这里就有第四个硬币了。哎呀，厉害厉害！哎，你还要吗？哎，要，我需要你在这边再摸一下我的头发。哎呦，哎呦，痒痒的，痒痒的，你有摸到这个阴币吗？嘿，我个门框完了，你再摸，啊，真正无呢，你看到，这边摸的，啊，嘛是这样的，啊，好，无，真正无，看，硬币中间有个洞，什么把它藏在头发里面呢？是因为我的头发可以穿过这个洞，挂起来。用障眼法，大家就看不见。是文雅的啊，那你都不相信？嗯，你有看到头发在上面吗？没有。但你看，这叫掉下来，有头发的关系，一拉它就飞回来。你看，这叫掉下来，一拉它就飞回来。给它看。别用断啦。什么用断？你把是断，我跨接。这叫掉下来，一拉它就飞回去。哎呀，厉害！不要用断，就这样，对，一丢就上了，这样子一丢。哎，它不是上哦，它是回去头发里面的。各位，硬币太小，你们可能看不清楚，所以。哦。哇！有一个很大的。哇！谢谢大家。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头发可以藏硬币吗？有些人都说你魔术师变什么东西一定都是从口袋拿出来，不然怎么变？当然嘛，这是常识理解嘛。但是
魔术是一件浪漫的事情，你给你一个浪漫的想象，有可能是从口袋拿出来，那就不好玩了。会不会是因为，为什么我头发可以藏一边？是因为我头发里面有一个管理员，他专门在管我的钱。My God， 我是来炸的，我是来炸，我是来炸。这是倒一国的啊？这，这不是台湾的哦。看看看，掌声鼓励一下啦！我那个社长那头毛长长的，你再可以放掉那长。可以，我现在就直接。我春月色的，春月色的，春月色，春月色的。秋燕，你看，现在又有一只动物在这边了。如果没有让一个观众体验，我们很难收尾了。有声音的。教会一个人哦，对啊，那你接下来找我、好，谢谢、好，谢谢我们幻术大仙带来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期节目哈、真正不简单啊，我们十年磨一剑啊，这啊你多久啊，多久啊，15年，哦，15年啊，啊15年你现在几岁啊，31。我那十几岁就开始学完了，真无简单嘞，嘿啊！来，那你再次的热烈掌声，谢谢我们幻术大仙，感谢你，谢谢嘞哈，下次有机会哈，再邀请你来，哎，下个老师合照，谢谢老师，来，就请你，请你跟老师合照，拍张，跟大师拍张，拿蜘蛛吗？不能OK， 好，谢谢，耶、yeah 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大家都不吃晚饭，谢谢你啊，对，谢谢，下次有机会了，再看，以后再来，以后有机会再来，好不好？好。